不要再瞎说了，我们的意思就是你要是觉得不过瘾我可以跟你走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这什么 咱一宿多少钱咱可以说清楚，是不是？您别说这行吗？胡说八道，这台上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封箱了是不是？封箱怎么说这个？没有底线吗？不是，谁告诉你的？站台上说什么呢？怎么？你想怎样？我还想怎？你想怎样？我不行，我懂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告诉谁、啊、你？这是相声，不是相扑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得亏是相声，这是相扑，你头七都过了。我不会躲闪吗？躲闪了还？别站台胡说八道，知道吗？这是说相声，站台什么叫包你？站台卖身像话吗？那都旧社会，知道吗？这跟卖身有区别，知道吗？卖身是终身跟人家，我说终身跟人家了吗？你还憋着终身跟人家呢？啊啊什么啊你？像话吗？这都别胡说八道啊，丢人知道吗？给德云社丢人知道吗？谁还在乎那个？什么的？不是您这话，你这不丢所有后台的，给你师傅丢人，知道吗？他都让人包了，知道吗？当然，当然了，他贵，你知道吗？废话。先不说你师傅的问题，先说你，我年轻啊，年轻管什么用啊？站台胡说八道，舔着个大脸，往这站，包我，包我，包我。什么叫包你啊？咱们是个集体，废话，你封箱没事了，我有事儿啊，打包行吗？什么叫打包啊？包一送一，包谁送谁，说清楚了，名分问题，包你送我行吗？看那个要死的样子，那是他600一年，我比宽带都便宜是吧？你比宽带解闷儿啊？那是，我还打呼噜呢，我还人送外号小百度啊！玩去玩，听清楚了，说小百度还不再玩笑了啊！别胡说八道啊！三句哈哈，两句笑，逗您各位开心。那是相声演员，刚才我说了，演员的豆是杂货铺，嗯，什么都得知道。无不知百行通，哎，对了，作为一名相声演员首先得研究，那是研究笑，哎，知道笑吗？笑哈啊，知道笑吗？知道你要知道笑我很开心哦，对，真的我跟你妈都很开心。你给我玩去，我知道笑这是吗？我 啊哪个笑啊？你说哪个笑？我是哪个笑？别这么委屈干嘛？我接你扣了怎么着呀？各位，你们什么口味呀？都是好看吗？我姐了，加钱吗？加什么钱去？你也缺心眼儿，你见着钱了吗？你那倒是。你有点薄利多销那意思，你。哎呀，嚯，你解的够快，记得可够慢的啊。习惯。哎，对，职业病。呵好，哎。研究笑容。笑脸。哎，笑脸。哦。知道笑啊。哎，对，你别看我啊。笑。哇。这是笑。我们说这笑不是贱的。笑跟贱是有区别的，知道吗？有什么区别？这是笑。哦，贱呢？哎，你加一块是贱笑啊！让你见笑了啊！要玩去。笑、哎，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，这是规矩。哦，就这笑脸嘛，来得快，嗯，回去慢。当然了，我觉得还真不知道。我给您做一个表演。表演那个，比如某一观众往那一坐，嗯，听相声。是。呵，说的多好啊！嗯。大胖子孙悦，哦，我孙美丽，你看多棒！啊，你提他干嘛呀？我，哎呦，哎
说有这么可乐吗？我，哎呀，吃咸了你们，还乐呢？死了，没完了，这才回去。这才回去。你吓着我，你得。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您等会儿吧。嗯。您这有点太慢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反换个说法。嗯。这个来得快，回去快，不好看。啊，不一定。容易把旁边的观众吓跑了。吓不跑，都这么落还整齐。再来一回啊。您来呀。相声说的多好，孙美丽。哟嚯。好看吗？这不好看，这个不合适吧？好，万事万物是一理，是是是，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啊。对呀，比如说你大街上走着呢，后边有人喊你，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。哦，前面走，后边有人喊，嗯，这回身转脑袋还有规矩？当然了，这什么规矩啊？先转脑袋，再转身体，这是规矩。先回脑袋，后回身上，没错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了。我就没研究过。再做一个表演，咱俩表演。我前面走，你后边喊我，可以看看我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。没错，这就开始。您前面走着，哎，大傻子，假装没听见啊？谁大傻子？谁大傻子？你不让我喊你吗？岳云鹏啊。哦，喊你大名。你小名大傻子呀？矫情。岳云鹏，哟，还真是，转过来了。二傻子，我玩去。你也去买药吗？没听说过，傻子我还排在二上，我还得，像话吗？这都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？哎，还真是这脑袋先回来，身体再转过来，这是规矩呀。啊，这是规矩。那打破这规矩怎么样啊？不好看。先转身上，后转脑袋，不好看呢。好看。再来一回。转身儿嘛。这就开始啊。您来呀，岳云鹏。哎，先转身儿。我，你走了吗？我还真想走了。我。您有点。哟，二傻子！走，给我！你落枕了你，好看吗？您这也太僵硬了，这个。哎，话说回来了啊，脑袋身上一块转，更难看了，整齐。这就开始，您来。哎，岳云鹏，我，谁呀？我谁？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嘿，哎，没听说过这，不好看吧？自己诈尸了，这是，这都是有规矩的。哦，这是规矩，最简单的啊，就连说话都是有规矩的。哎，说话什么规矩啊？不同环境、不同场合，说出的话来，声音大和声音小，它都是有区别的。这大声小声还不一样。当然了，这哪儿应该声音大？饭馆啊，你给我说清楚了啊！我昌平人，有口音。你给我玩去。这是口音的事儿吗？我这个饭馆，哎，说出的话来声音就大，是吗？恨不得嚷嚷起来，恨不得打起来，才显得那么热情，那么开心。就饭馆聊天说话声音越来越大，嗯，就这样。当然了，说实话我也没研究过，没研究，哎，没观察过。这样吧，咱们两个人做一个表演啊。表演什么呢？我来这个饭馆的小伙计，哎，您来这个嫖，您来这个食客，咱们两个人。你等会儿，行了，不，都过去了，不过去，那您都清楚了吧？我来什么？行，你说错了容易扣钱。你甭来这，那咱说清楚一点。我来嫖客是吗？你来饭馆的小伙计。你来大鸵鸟，像话吗？你说的我来小伙计，你以为挣得多呢？你以为什么叫小伙计呀？小伙计，店小二。没错。那我呢？饭钱就是食客，吃饭的。吃饭的饭钱儿。哎。哦。这就开始好吗？自然声音就大了。哎。可以。开始啊！来试试啊！这是一饭馆，你看看里边什么都有，嘿，里边有炸酱面，里边有炸酱，还有面，这不都废话吗？就这么惊悚，各位瞧一瞧，惊悚什么？走一走，瞧一瞧，来了，怎么了？来了，吃什么？
这是我们菜单，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。你怎么这么贫呢？你习惯就好了。我习惯这干嘛？我这什么？哎，不看菜单。怎么着？不认字吗？你不认字。那怎么不看呢？我吃的简单呀。吃什么？你听着啊，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你怎么了你？够吃吗？够吃啊。好嘞，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哎，尝一尝。还真快啊。是不是说话声音大？你烦我了吗？我呀，我倒是没烦你。我想抽你了。我凭什么？好，你别来这套。你啊，您等会儿吧。您头一句站那一嚷嚷我就知道了。嗯，您这种饭馆解放前，嗯，老饭馆，山东开饭馆有这个喊堂的跑堂的，现在也一样。哎，现在少，过去还炫在，还得这什么谁头的，真行着。过去那饭馆是有那跑堂喊堂啊，楼上雅座两位请、啊、都这样。现在不行了。有现在这饭馆讲究什么呀？嗯，叫安静，环境要优雅。是，你这说话别打扰到别人。你什么意思吧？小点声音。小点声。对了，不合适。合适，再来一回。来呀，这就开始。小点声，那怎么了？吃个饭干嘛跟打架的似的？瞧什么呢？这里边请。这是一饭馆，里边什么都有。哦，里边有炸酱面。嗯，里边有炸酱。嗯，啊，这么点事儿还有回音呢。吃点什么？吃的简。有人来的，有的吗？吃吗？吃的简单。那你得说吃什么呀？你才笑场呢。我多的说这句。一盘花生。我错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没听见你激动什么。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我要不回去了。我够吃吗？这够吃。坏了，警察。哎呦呵，您等会儿吧。您啊，好看吗？废话，改特务接头了。这个是不是？这能好看吗？这个不，那哪儿说话声音小啊？声音小啊。啊，公园里头。公园？两个青年人约会，是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燕语莺声低声细语。哦，这个公园里青年这个男女谈恋爱，不一定是男女。哦，对，两个青年人约会。咱说这个标配就完了。标配就是男女吗？那你说标配是什么呀？高配是什么呀？男男女。怎么人数还不对了？顶配是什么呀？你这别男男男女玩去。女女女男。哎，没听说过。那低配是什么呀？你没有男。哎，对，光棍啊。没听说。说话不加思索。咱这不就是标准，不就是男女吗？行，是不是？行。哎，那就男女谈恋爱。男女谈恋爱是吗？嗯，燕语莺声。哦，声音小。对了，怎么呢？今天这样吧，啊，咱们两个人表演一回。表演什么呀？青年男女谈恋爱，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地方。是哪儿？前面是山，后不是山，左不是山，右不是山。咱俩坐盆地里了，四面是山。啊，嗯，怎么进去的？跳伞。那我不跟你谈了，我得摔死。跳伞像话吗？一般的伞你打不开吗？废话，什么伞打不开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打开你也得摔死。你玩去，我给伞都拽直了。甭说这了，就这个吧。平常说这段没有这个词儿。废话，
哪有这么零碎啊？这个没有四面是山的、啊、就环境优雅，哎，有山有水有河流，没错。那行行行，好，咱俩谈恋爱。嗯，那谁来男的谁来女的？我来这个男的。你因为我有阳刚之气。说是尝过的这是。嗯，那我来女的啊，因为我有阴柔之美。我就问您一句啊，您到底有什么？都有。你就别跟肉虫子似的扭什么。不，你来这女的不就完了吗？我来女的。女青年啊。好，我来这个男青年。要不算了吧，我疯了，我跟你。你还不乐意了？我疯了，我娶你我啊，我怎么了？我多白净。白净管什么用？白净风还白净呢，真是的了，白不管用啊。行行行，这不表演吗？行，为了表演。哎，对了，嗯，完了您来这女的是吧？啊，再商量点事儿行吗？您说，您能化妆像个女的吗？我捯饬一下。你要不把我那假头套给你。您来像个女的，您这来敲断裙啊。我腰够高的。啊，您这就像女的了，就像啊。美吗？好，您啊，嘿，先别美了，嘿，您把这零件先露出来。好，哎呦，那有一大姐，你拿诺基亚手机是吗？有摄像头吗？就跟我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又回来，这娘们怎么净勾搭人呢？这女的还真给他了。啊，这就是四毛那女的吧？哎呀，您这脸也太大了，我看你干嘛呢？好家伙了，都塞满了这张屏。谁合影去？没劲，你别拉着我，我这没有，这脸搁不下，知道吗？这脸都搁不下，你别干。完了。不要了，早说呀！你们俩绝对有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不止四毛钱的关系。管着吗你？这就开始啊！您就算女的了啊！咱俩公园约会是吧？啊，这定约会哈。嗯，行，咱开始 啊！是不是小声啊？啊，这声音就小是吧？哎，好好来吧。哎，今儿约会，哎，也不知道来没来。有那么恶心吗？哎呀哎呀哎呀，什么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吃足吧，咽了好几口了我。哎，要不给你退票吧，行吗？要脸吗？听到这会儿了要退票？都听到这会儿你扮成这样，谁不要脸？再去约会，说话。哎，你快点，我自己都嫌恶心。我也是在稳定一下情绪。来了。来了。那个，你闺女什么时候到？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？我没敢废话，我就是那个闺女啊。你比我丈母娘还寒碜呢吗？你就是那闺女是吧？见面我叫你名字是吧？对。啊，来了。来了。大秃子。你们家那姑娘叫大秃子呀？哦，对，姑娘啊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没记住角色，忘了，姑娘，年轻漂亮，对对对。来了。嗯，二秃子。二秃子也不行啊，年轻啊，最近那不行，人家是个姑娘，这个名字带个花啊，带个草啊，好听点的名字呀。叫您长这模还带花带草呢，多新鲜呢。我天，你难为我有点。带花带草啊。来了来了。菜花
你们家那姑娘叫菜花啊？您知足吧您啊，这白花花这一片可以了，看看啊，菜花，土豆，谁家爷们叫土豆啊？我都菜花了，你凑合着吧。我俩蔬菜谈恋爱呢，就是。菜花，土豆，那什么？嗯，芹菜最近好吗？嗨，这不跟胡萝卜好上了？哟，那辣椒多生气！你搁这儿吧啊！你掉菜地里了你！你先进来的。对对对对，出出出出出。菜花，土豆。我问你，嗯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我要不爱你，我是茄子。哎，对，你出不来了你。你都爱我什么呀？我爱你，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你还爱我什么呀？想不起来了。那要，既然你这么爱我啊，那咱俩。下月结婚吧。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我也是没辙。结婚就结婚。那下月结婚，嗯，拉钩，拉钩，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你躲开我！你跟我这撒什么娇啊？你跟我这是不是说话声音小？您等会儿吧，您啊啊！您这种形式啊，我也早瞧明白了。嗯，60、70年代啊，青年男女谈恋爱都这样。躲着没人的地方应声艳语小声的，现在也一样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这90后走大街上拉着手抱着就啃，说话大点声能怎么着啊？不合适。谈恋爱你又不是干坏事。再来一回，声音大一点。这就开始啊。哎，自主吗？不废话，张扬的个性吗？对不对？您这也太张扬了吧。来了，来了。菜花，土豆。菜花，土豆。菜花，土豆。菜花的哦，包圆了，土豆了哦。跑着卖菜了，你先卖菜。菜花，土豆，我问你，怎么着？你爱我吗？我爱你呀，我也不爱你，我他妈茄子呀。你都爱哥们儿什么？我爱你，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你还爱哥们儿什么？老娘想不起来了。嘿，我告诉你，哎哎，鉴于你这么爱我，怎样？哥们儿给你个脸，啊！哎，下月结婚，结婚就结婚，结婚谁怕谁？拉钩，拉钩，上吊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的。